各位朋友好，今天是刘卫华大师说股刮胡运气的第393集，也就是第393讲。前几天前天吧，给各位介绍的一件斧头，新石器时代的斧头。哎，我看有些朋友挺有兴趣啊，有私讯给我的啦，啊，有了按赞的。事实上我们介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文玩也好，古董也好，文物也好，我们要首先要欣赏它的美。不美的器物那不值得什么大书特书了。啊，考古出土的东西多了，不是每一件都是国宝，哎，要它的取精美啊，真善美。再其次呢，它的历史跟文化的这种作用，跟历史跟文化的这种价值，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价值跟它的艺术之美，这两者能够什么？兼容并蓄，两者都有，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啊！不管是那个斧头，而且那个斧头还是什么天上掉下的天铁，所以天铁就是陨石啊！我也证明分析给各位听了，而上面有的文字也是所谓的一种传说中的一种女书，我不敢讲一定是女书，但是绝对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什么文字也好，图像也好，图腾也好，或者是最早的文字的一种根源，未必是女书，但还有女书的那个味道，右高左低，多是那个多字的这种，像永字八法是什么汉字的楷书，它那个多字是代表女书，而且女书除了右高左低之外，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，它有那韵律感，像在跳舞一样，像在那个女人啊，像我们少数民族你瑶族啊什么什么什么，或者跳孔雀舞跳什么舞，有那种感觉，有那个动感。你看我那两个字，一个大一个不，哎，就像跳舞有那个动，有那个动感。所以这个味道是对的。啊，至于我说人家的那个另外一件禅上的文字，那肯定不是女书，因为我认的那个字啊，那是刚毛上的书体。都是古董。但是年代不一样，都是古董，但它在使用的这种等级上是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再言归正传，既然大家有对这个有兴趣，我今天又再介绍一件，介绍这件有文化价值的东西，不但有文化价值，而且它有它的艺术美感。各位猜猜看，啊，不要猜了，其实你看到我脸书上我也照一些细部的照片，有宏观的照片，也有微观的照片，也有电子显微放大镜照的照片，我补充了一些在后面，你可以去看。我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说，它这一事件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这么一件玉啊，是玉，这是玉，这就不是天铁的，这是玉。而它是什么玉呢？给各位猜猜看。其实各位要是能够听今天课的人是个缘分，这是我目前我个人发现的。所谓各位知道吗？有戈壁玉，戈壁料的玉。所以戈壁玉一般有两个说法，戈壁玉比如说有阿拉善玛瑙啊，各位看的阿拉善玛瑙有的当作奇石啊，哦，那个价钱卖得很高，阿拉善玛瑙，还有阿拉善的什么那金文石做的手珠串，哇，那。当然现在外面做的外面的这个小碎碎的这种不算了，这种价钱便宜。我说整颗漂亮的啊，那个形状好的颗粒大的，我那一串下来价钱也很可观。你可以上网去查。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什么蒙古姑娘吧。啊，有那个蒙古姑娘，她就专门做高档的这个阿拉善玛瑙。啊，有的时候可以找到，她长得很漂亮，她也很会介绍，啊，那个，你就知道她的那个身价，那个金文玛瑙，金文石，啊，
他当然还有细分很多了。那是阿拉善玛瑙的，那是阿拉，那就是所谓的戈壁玉的其中一种，还有什么金丝玉啊等等等等。但是我们讲的，我们今天讲的戈壁料是指了另外一块，就是和田玉，就是新疆的和田玉。那新疆的和田玉基于这个不管是造山运动的 或者是沧海桑田的变化，而从戈壁沙漠里面被发现出来的，这它的玉质里面本来就是透闪石，本来就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种很好的玉质，很正统的玉质，也是称为什么戈壁料，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属于这一种啊，这种应该列为第一大类。阿拉善玛瑙那个金纹石应该列为第二类，那是另外一个所谓的新发现的品种啊，金丝玉啊，类似云南的什么金丝玉，那都没有古董，那都是新的东西。石头或者玉本身是老的，那都是千万年以前的，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说，那个它算新的东西，有文化效果的是这个戈壁料。这戈壁料它是这个各位要注意听了，因为这个现在也被炒得蛮热门的，但大家很多都搞不清楚。它是早期多半都是新疆的和田玉的籽料，这儿籽料结果冲刷到河床之后啊，冲刷慢慢经过了这个造山运动也好，经过了地壳的这种变动也好，甚至于有个说法是最古老时间塔里木盆地，整个那时候都还是海洋的时候啊，它还是在水底的时候，它就存在了啊这种所谓的戈壁料的新疆和田玉。然后它沧海桑田之后，然后它在戈壁沙漠干涸了，它从戈壁沙漠里面被发现出来。所以这个非常珍贵，这是要一块一块去人工去捡，它没有矿脉。而且它比那个新疆的籽料的稀少更稀少，因为新疆籽料你还知道啊，可以到黑玉河、白玉河什么什么玉河啊去发掘啊，这个它有一个固定的点啊，有点去慢慢放大成一条线，你去找新疆的玉河。那这个没有，整个大戈壁大沙漠，你的这个换句话说，它的稀有性跟珍贵性就更增加。而它的玉质表面上是很风化啊，像一张老人的脸，但它的内部却是非常的精致，因为它经过搬运啊，经过去腐存精的这个动作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珍贵性。就是说各位知道，所谓的戈壁玉料或者戈壁玉，它有分两种形态，一种是新兴发展出来的，那个叫做什么阿拉善玛瑙，或者是以玛瑙为主的啊，这个系列，它的石头是很古老，但是它的从文化的角度，从人为的文化角度来说，它是确实新的。另外一种就是的古料，这就是所谓的新疆和田玉这个一系列的，这个系列的也有新也有老。所谓的新，它石头也是成千上万年前的，啊，而且经过搬运，经过了去腐存精啊，现在很多人在炒作这个，把这个跟这个新疆和田籽料囤积，这个有朝一日就像新疆和田籽料一样，哇，那以克来计价的时候，哇，它就发了。它是存在这种投资的角度，那我们是以文化的角度，我们是新疆和田玉啊，和田籽料的所谓的戈壁玉里面的，又是少之又少的一种什么高古玉。那高古玉什么，就是新石器时代从文化角度，它被人的运用，被人的使用，到现在已经超过5000年。这种在这个所谓戈壁料的这个系列里面又是微乎其微，所以我说今天它的珍贵价值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再讲它的这个美感，这是我去设计的。它本来先给各位照一照，没事，有的拿了灯都忘了照，给各位瞧瞧看啊，各位瞧瞧看它的这个照起来，它有那种什么，那种边缘的地方有那个通透感，
能细看里面的玉质非常的细啊，非常的细致。我也感谢这个我们哪一个古董网站的一个版主啊，一个版主，他也给我在上面留言，他是留什么言呢？他就说他是行家，他说这是戈壁料，新疆戈壁料，戈壁料的玉，而且他是怎么讲水反砂，一般有的人可能搞不懂什么叫水反砂，他的水反砂的意思就是说，本来是新疆和田的紫料的玉，紫料的玉经过了什么河床的这个变动，沧海桑田，它再进入到了沙漠，它表面上形成的这种坑坑巴巴的、高高低低的，像月球表面一样的这种风化，所以表面外出而内经，所以这叫做水料，水就是讲紫料籽的意思，籽料的意思，在从戈壁沙漠里面被发掘出来，它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变动，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，这样的一个搬运的过程。所谓的搬运不是人为搬运，是大自然的搬运，然后再被人为捡起来使用。所以这个东西他是行家，他说戈壁料水反砂，他留的六个字是精华，是这是高人。好，我也谢谢他。大名我就不用提了啊，这个尊重个人隐私，但他也留的这个话，我就想说可以。给大家分享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朋友圈里面或者这个古董网站里面是有一些高人，不见得每一个都是高人的，当然不可能，但确实有一些高人啊。六个字他就点到了核心的问题，我本来正要讲，哎，他点出来了，好，那我们就互相呼应一下。而那他没有讲的部分，我来这边强调一下，这是那个时候人的什么高等级使用的一块玉。这块玉是经过了我的美化，它本来是一个戈，在古代的戈，你看下面一个孔啊，下面一个孔啊，下面一个，它本来是个戈，下面接个木柄，这什么？这可以打猎的时候，这可以刺，就我最近教我那个孙子，他买了把那个玩具枪 case。给射靶子的那个玩具枪 ，AK 我那个弹夹弯弯的，他问我说这什么枪？我说 AK47， 哇，他很开心的，拿着 AK47 没事在那打那个靶子，越打越准了。哎，小鬼还问我这是什么？我说这是照门，前面这个凸起来叫什么？准心，他干什么用的？我说照门加准心再连成目标三位一体的话，百发百中啊，那是瞄准用的。哎呦。他就学会了啊，去学校还跟同学吹嘘，然后还叫我教他别的，我说哈，我就教你几道刺枪术，直刺、滑刺，啊，连续刺，诸如此类的，这个就是卯，啊，卯就像枪上的刺刀的枪一样，可以卯。另外一点，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斧，尖锐的一种斧。他这边，我这是因为我做了底座，找朋友做了底座，一个斧，它可以作为一个什么敲击作用，也可以当做一种武器。它另外，它可不可以当做一个权杖？当然可以啦，那时候要用这种东西的，那一定是一定是不要说三大王，一定是大的领袖。他讲的，你看我们再看他的凿孔，我昨天有用显微镜。显微放大镜拍了一些它的孔洞啊，孔洞的部分，你看它是两边对穿，它中间又没有对准，会形成一个平台，而且孔洞里面的刺生现象非常的明显，那摆明了这就有数千年之久的这么一件古代的戈，或者古代的矛，或者是古代的一种斧，比较具有天然，像它这个。打磨的地方它几乎都不用打磨了，它是天然形成的。所以你看它的那个起伏的那个自然的变化，它就是找到了这戈壁料的这种玉
戈壁掉的玉为什么？因为它密度高，它差不多那个摩氏硬度有到七度，它比一般的玉啊，不管比一般的软玉或者硬玉都要硬，所以它拿起来的手感也很扎实。他找了这种一棱一棱的这种有天然的这种显形的啊，然后他再做个洞，他就可以直接用，他就可以直接用，当权杖也可以，实际当一个什么，当时用作一个武器来说啊，都可以。所以这么一件东西，当然我是找那个我认识的朋友，淡水的那个宝岛经理的老板啊，我们那个林校中心的，他帮我，大概我在这一块大概是增长了30年左右。然后大概在十年前还是十多年前，他帮我做的这个底座，我的话他自己手工会刻啊，这也是很天才。他玩雅石是我们淡水这个数一数二的。好，我就今天就介绍这么一件很特殊的，也给各位介绍很多人都不了解的这种叫做什么戈壁料。戈壁料又分为两种，我们这是戈壁料里面的正统新疆和田籽料，这就很难得。再加上它的文化性，它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领袖的王级的领袖，用作是吧权杖，或者是用作兵器，就用作冷兵器的这么一件石斧，或者是石戈，或者是石矛。是这个石，就是美食之为玉，那个时候就是玉，所以能在那个年代能够用到玉的，这么样的又是这么样的一个造型，就艺术之美又有它的实用价值的，微乎其微啊，微乎其微，又是戈壁料的啊，我只有在我手上看过，其他的人呢，或许我们人家没有掏出来，我们就不知道，在这30年我受伤的30年的中间。我在外其他的地方没有发掘第二块，而这个鉴定容不容易？太容易了，从宏观到微观，其实不要微观，宏观有经验的宏观眼学就看得出来了。宏观到微观，这是200%的这么一件，啊，珍贵的有文化，又有所谓真赞美，所谓艺术之美的这么一件高古玉，啊，又是戈壁料的高古玉。今天呈现给各位。今天天气阴霾，我一早起来我就照了一下我的一些花花草草，带着水珠的那种感觉。我们这样讲，晴天那我们欣赏它的阳光，雨天我们欣赏它的这种什么天降甘霖，对吧，随遇而安，高兴就好。好，谢谢各位。